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帕尔多牛大瓜。今天吃点啥呢？就问一下我婆娘。今天不敢自己做主。今天吃盆盆，拿去弄去。一个土匪，我们房子水管里面全是都半个小时，我们拿去给。那火锅要不要？我才不要，你要啊！你吃火锅，我不得吃火锅。你要不要嘛？要我就把你切点，有两根。我不要。我切一根哈。我不吃。火锅是安逸的。我不要。是香脆的。我不吃。你要猪天体，晓得不？天。我们下入猪肺，把猪肺的水分炒干哈。炒干了就要得了哈，来点油、花椒、一点豆瓣、泡生姜、泡辣椒，来下入清水哈，来点盐巴、蚝油，来点鸡精哈，大葱。拜拜。载歌载乐，不能让女人受累。我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哥儿。今天吃啥子？问下我婆娘，啥子？今天吃鱼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走，我们拿去弄去。今天买两个鱼，婆娘想吃酸菜鱼，现在整洁，改好刀。来，把你的小筷穿起。来嘛。手机里面拿来，看一下。你在我手弄饭上拿的到不？
你当然摸得到，等一下子嘛。你摸噻。我爸爸你裤子尿过。在街道切切片。现在我们把鱼皮腌一下，盐巴、胡椒粉、鸡蛋一个，只要蛋清，抓匀，再加入红薯粉，现在弄点配料，泡生姜、端菜。鱼三椒，准备两个小米椒，最后放点缀的是，配料准备好了，开干。男女搭配，干火不能，开整。锅加油，放入鱼锅头煎一下。捞起来，捞起来，放入双菜配料炒香，酸菜火多炖点，味道香得很。把酸味炒出来了，加鱼捞口，加水，盖上锅盖烧盖，再调味。再加点白糖提鲜，我都闻到香味。胡椒粉，再来几点醋，把鱼骨头酸菜捞出来，再下入鱼皮儿，煮个20秒，闻到香味没？捞出来。再加入点小米椒，再加入葱花，吃饭。这是你爱吃的水煮鱼，酸菜鱼不是水煮鱼。我们家每月放每月白醋的，如果这个白醋放的多，肠胃还要白点。一吃多我就不敢说话。怕你被拒了吧？那你还要喊我做水煮鱼？酸菜，酸菜好吃。来，谢谢。酸菜香，吃酸菜鱼就是要吃酸菜。鱼料口要不要？好下饭，我不要。不吃鱼料口啊？不要。要吗？不要。等下我炖大的鱼料口，要不要？不要。我炖了不？哎呀。我问你有泡椒那儿没的吗？不管。炒过泡椒那儿炒肉，泡椒那儿炒肉也是安逸的，又下饭。啥？脑子好烂。好好好，好。你这汤子香呢，海椒香不香？我也尝点，还不错。今天我们就吃饱了。
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记得来哈，拜拜。拜拜。